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特别是欢迎头一次来参加我们洛杉矶国语浸信会和格兰朵拉分堂的主日崇拜的朋友。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用诗篇89篇14节来开始今天的崇拜。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严二中弟兄领我们唱《信徒齐来向主奉献》诗歌，让我们全人献上敬拜的心怀，诚心服侍我们的恩主。亲爱的天父，我们敬拜你。你是公义又慈爱的全能真神。教会要见证你的福音大能，将你的圣名遍传全世界。天父啊，这个周末是美国独立建国纪念的节期。我们为美国，也是我们居住的这一块土地，特别祷告，愿美国归回真神，不是只在钞票上面印 In God we trust， 而是这土地上的人，从总统到老百姓，都能够信靠独一真神，敬拜独一真神，服侍独一真神。天父啊，你已经指示我们在世上的人要做什么。你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来同行。天父啊，我们来祈求，在这自由的土地上面，不会因着种族
或者皮肤颜色的不同，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和压迫。我们向你恳求，这社会的制度能够改进。天父啊，我们还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知道这疫情是你许可，你掌管，你教导，你管教，你没有离弃我们，你在这里，你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我们向你恳求，天父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要谦卑在你面前。愿主你能挪去这疫情，愿主你也能赐智慧，让人能够来研发疫苗，愿主你给我们机会能够向你悔改认罪。主啊，陈牧师接着要分享你的话，求主让我们都以敬畏的心来预备，来聆听，求天父赐信心往前行，因为你天父上帝在这里，你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请坐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肢体，各位朋友，愿你们平安。新冠病毒的疫情继续无情的肆虐，
游历做美国各州各城，在加州的洛杉矶郡，许多的医院都因为确诊人数的急增，不论是在应对的设施装备以及医疗人员的方面都迅速的告急。除了美国，在亚洲、南美洲、欧洲大大小小的国家，疫情也都急剧的来爆发，全球确诊人数一转眼已经突破1000万，死亡人数也超过50万。虽然在美国很多的州郡，他们尝试用着非常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然而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众人的安全，我们决定从明天星期一开始，将教会办公室再一次的暂时关闭。我们会不断的重估疫情的情况，它的风险，然后随时做出适合的调整。我相信弟兄姊妹们能够体谅，也能够支持，就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祈求神的怜悯与施恩。神啊，在这疫情再一次严峻的时刻，我们也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啊，当你的众儿女聚集的时候，求你从天上赐下平安，赐下安慰。主啊，恳求你自己再一次施恩怜悯，让疫情可以早日的止息。主，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一同来思考的时候，求你自己帮助我们，求你让讲的听的都能够一同得着帮助。是的，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与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哈巴谷书。哈巴谷书是圣经旧约12卷小先知书其中的一卷。每一本小先知书表达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有的是直接传达上帝的话，有的是讲故事。哈巴谷书却是借着先知本人向神提出疑问，上帝亲自的回答，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传达重要的先知性的信息。人生有两大问题，是从年幼懂事开始就一直在提问的。第一是为什么 ？Why？ 第二个是要到几时 ？How long？ 特别是当我们在瘟疫苦难中，在面对社会有许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会问要到几时？记得1992年6月8号，在德州有一群来自达拉斯一间华人教会的年轻人和他们的辅导牧师，坐着两辆教会的15人交通车，兴高采烈地前往一个退休会的营地。中途休息，下了高速，然后正要穿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不晓得从哪里来了一辆巨型的混凝土卡车，以极高的速度从旁边撞向其中一辆载满青少年的交通车。强大的撞击力，交通车随即着火焚烧，导致5人死亡，10人严重的受伤。死者当中有2名非常优秀的中学生 Kevin 跟 Adeline， 我认识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是2个非常虔诚爱主的家庭。悲惨的苦难实在难以解释，叫人无法接受，对基督徒更是信心一个莫大的考验。有人会将苦难所有的责任都丢在神的脚前，怪罪于他，认定神就要负一切的责任。虽然有人穿越了苦难，信心因此也更加的坚强健壮，然而却有更多的人在苦难当中信心软弱。
倒退，对神、对人、对教会失去信心。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总会要向神要求，起码有一个说法。多少的时候，越是想明白了解为什么，越是陷入在更深的迷茫跟困惑中。哈巴谷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启末示。末示除了是神启示的话语之外，另外一个意思是负担。这是哈巴谷看见昔日的景况，然后发自内心生出的一份的负担。他觉得有责任要发声，要代表以色列人向神做出诉求，提出质疑。哈巴谷不也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代言人吗？他无畏无惧地代表着我们向神来发声，针对人生的苦难、社会的不公不义，他向神大声地来诉讼，将人们心里的话、心中的怨气甚至愤怒向神来呐喊。到底哈巴谷的质疑是什么？上帝又怎样回答他的问题呢？哈巴谷对神第一个的质问记载在第一章第二个到第四节。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作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的意思是说，上帝啊，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的罪恶，恶人是多么的嚣张，你到底管还是不管呢？在第一章的第五到第六节，上帝回答哈巴谷，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说，我管。上帝说，我会兴起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来攻打你们，来征服你们，作为刑罚。哈巴谷于是又向上帝提出第二个的问题，在第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耶和华我的上帝，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就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他的意思是说，是的，你管，可是你要派就派一些好人来嘛，你为什么派比犹大人更糟糕的巴比伦人来刑罚我们？他们是那么的残暴，上帝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哈巴谷对上帝心生不满。耶和华上帝又回答他说，我用巴比伦这个国家来审判犹大人，但是巴比伦也必受审判。在第二章里面，上帝讲到很多巴比伦的罪恶，他必定会施行审判的。细心聆听着哈巴谷对神的诉讼以及质疑，你与先知有同感吗？为什么？要到几时？公义的神，你为什么不施行拯救审判？慈爱的神，你为什么不拯救你的子民？
然而，你听出来了吗？哈巴谷最大的诉求不只是神不公义、神不慈爱，乃是神你在哪里？神啊，不理我了吗？在人生的道路上，你曾否也这样大声的喊叫说，神啊，你在哪里？你不理我了吗？你不顾念你的儿女了吗？你不照顾我吗？苦难从古至今所带来的都是同一个大难题，特别是恶人猖狂，义人受苦，那就更加难以的理解了。原来我们的心里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人理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人心里最大的痛苦是看不到上帝出手，看不见神的介入。对哈巴谷的质问，上帝没有跟他辩论，也没有跟他解释因为这样所以那样。上帝知道他心里真正的问题是，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管还是不管？你理还是不理？上帝告诉哈巴谷，在第二章的第四节，加勒底人至高至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其实上帝同时也要哈巴谷来思想，巴比伦人至高至大，那么犹大人呢？他们也是至高至大，那哈巴谷你呢，也不是至高至大，心不正直吗？唯有义人必因信得生。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陷入了自义的圈套里面，觉得自己还蛮不错啊，甚至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看事情比神更清楚更明白。所以上帝打开哈巴谷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些只有上帝自己才知道的事情。原来上帝并不是不知道加勒底人的罪恶、残暴以及凶狠。当上帝将加勒底人所有的罪状一一数列在哈巴谷眼前的时候，哈巴谷仿佛就站在一面的镜子前面，他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本相。在第三章，哈巴谷就完全地谦卑下来。然而在第二章最后有一节关键的圣经，是整卷哈巴谷书的一个钥匙，就是第二章最后一节二十节，为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人应当肃静，人应当谦卑的下拜。圣殿是上帝与他的子民百姓相遇的地方，当人进入圣殿与圣洁公义的神来相遇的时候，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所以要献祭。罪的问题若不解决，那严厉的后果是没有人负得起的。所以上帝宣告，当他在他的圣殿当中，所有的人要安静下来。请留意，神在这里，请肃静。当哈巴谷的眼睛被打开，看见神的显现的时候，在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是他站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前提下，向上帝所发出的一个祷告。哈巴谷完全的谦卑显示在这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就是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黄，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用现代的话语来表达的话，就是说，尽管投资失败，股市崩盘，公司破产，经济全盘的下滑，如果一切我所依靠的都荡然无存的话，我仍然要相信主，我仍然对神的信心不会动摇。更直接的意思是说，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在困苦的日子当中，我只要知道神你与我同在，我的心就降服下来。苦难的问题不一定能够解决，只要有你的同在，我就不害怕。就好像在狂风暴雨的当中，只要爸爸妈妈紧紧地怀抱着那个小孩，狂风可以照样的吹，暴雨可以照样的倾盆而下，在爸妈的怀中是那么的安稳妥当，小孩子会感觉到绝对的安全。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确实在苦难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呢？答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这个事实给了我们十足的确据。怎么说呢？因为上帝没有不管我们，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仍旧是外人，是客旅，完全没有指望，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为你为我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极大的救赎，极大的爱。当你走在乌云密布狂风暴雨的日子中，你要这样想，上帝绝对没有搞错，他更没有离开我，没有不管我。虽然我不太明白这么多的苦难怎么会发生，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因为人的罪，然而他亲自的来到了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解决了我的罪的问题。他也曾经亲口的应许我说要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我们同在是哈巴谷书里面所讲述上帝最终最重要的作为。上帝十分的关心你，也疼爱你。在罗马书，当保罗展示完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之后，用了一段的话作为一个总结，这是在罗马书11章33到36节。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意思就是说，因信称义最终是要我们知道上帝没有弄错，他管我们，顾我们，理我们，而且是管到底，顾到底，理到底。在苦难当中，在不公不义的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他更负责一切的事情。即使我们不明白，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冠病毒严峻的疫情中，我们无法实体的聚集，一同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但绝不表示我们不能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不再思念主为我们受死的大爱。感谢神带领的
带领了他忠心的仆人杨显基传道，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来到我们的教会，加入我们教牧同工团队的服事。现在他要献唱一首诗歌，以爱回应，帮助我们一同的来默念主十架的爱，十架的牺牲。就让我们一面听，一面以感恩来回应。义人必因信得生，是哈巴谷书另外一个中心的主题。我给这句话一个直接的翻译，义人要借着信心而活。凭着信心去相信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受苦是真实的，如果能够紧紧的记住神也同样是那么真实的，那是对神最起码的一个信心。对神真正的信心所相信的是什么呢？第一，真正的信心相信神是全然的智慧，他从不误事也不误时，他不会做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更不会做一件错误的事情。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第二，对神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是绝对的良善恩慈，在他的里面没有丝毫冷漠残酷的意念，神总是要将最好的赐予给他的儿女。第三，真正的信心相信神完全清楚知道一切，而且是按着他的时间表，以他那最好的方式来完成他的工作。请记住，许多的时候愿意耐心的去等候神乃是最要紧的信心。第四，真正的信心相信神掌管万有，因此我们可以完全的放心，全然的安息在他的怀中。最后第五，真正的信心相信就算当我们看不见上帝做工的手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相信
他极其恩慈的仁慈的心。太阳既可以使软软的泥土刚硬起来，也可以将硬硬的蜡烛软化。苦难和人生的不幸可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刚硬起来，刚强起来，又或者是不断的更软弱下去。你要怎么样选择呢？你是否愿意全心全意的来信靠他？纵然目前无法看得见为什么，然而深信也深知神完全知道为什么。虽然无法得知要等到几时，可是相信他，因为他知道还有多久，只有他知道还有多长的等待，他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疫情会结束。神的时间一定是最好最合适的时间。看起来没有解释，不合逻辑，不合情理，可是请你相信他，不因为别的，只因为他就是神。待会我们要再唱一次刚才唱过的诗歌，求赐信心往前行，作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假如 你的心中有感动，愿意对基督教、对基督的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今天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相信耶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生命的主，你心中有立志、有感恩、有需要代祷的事情，诚恳地邀请你拨打这个电话 626-692-5751 626-692-5751。 教牧同工十分愿意来聆听你的分享，我们也十分的乐意在信仰的道路上面给你帮助，我们乐意与你分担你所面对的困难，欢迎你打电话来。现在让我们一面唱，一面回应好吗？开始。
各位 MBCLA 牧师、同工、弟兄姐妹们，在主内平安。我是杨显基 Ian， 我是邓可欣 Michelle。很高兴我们能够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跟大家一起敬拜神、认识神和侍奉神。从事音乐表演、中学、大学的教学工作，到再一次回到神学院探究崇拜跟基督教美学，到现在全时间教会的服事，我们都在经历神一步一步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丰盛的恩典。神更是透过 MBCLA 陈牧师师母、同工们和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德州或者是开车旅程的时候，到达了 LA， 都带给我们在属灵上面和生活上莫大的祝福，让我们感受到你们满意的祝福和爱心。在七月，我就开始在教会负责圣乐和崇拜的圣工。钟牧师、陈牧师、张牧师和其他圣乐的同工，过去所打下来超好的根基和传统，现在呢，我怀着谦卑战兢的心，与你们个人一同的用音乐，透过敬拜，把三一神的荣耀和荣美与众人分享。在这个疫情之下，虽然我们暂时还不能开始在礼拜堂聚会，但我们甚相信很快神会再一次把我们召聚在一起，面对面的与他相会，我们也能彼此相交，配搭侍奉。很期待跟大家的见面，好，再见。感谢天父，我们能在网上一同敬拜他。再次欢迎头一次来的新朋友。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是位于美国南加州洛杉矶市中心东边大约10英里的 Alhambra 城市。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有实体的聚会，但我们期待重新开放的时刻能够安全的来到。我们很希望能够亲自向您问候。在这非常时期，弟兄姐妹若有任何需要或代祷事项，可以随时打电话626-692-5751，或者是用电邮 info@mbcla.org。教会的牧师同工们会尽快的与你们联络，提供援助。我们也请您能够将这崇拜的连接和你的亲朋好友分享，鼓励邀请他们来听神的道和福音。这里有几项特别消息我报告一下。今年儿童暑期圣经班，也就是往常的 VBS， 将在本七月份用 Zoom 的网络平台来举行。9月12号有儿童青少年诗歌圣诗节 Hymn Celebration，还有6月到8月逐日学线上的课程一览表。这些消息和报名的方法都可以在 mbcla.org 网页上得到更详细的说明。好，让我们再一次起立，唱三一颂之后，凭着信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愿主耶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愿荣耀归于父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